如果你问我的近况，我就不如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自己的感受啦。今年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，就是真的估不到今次这个疫情 会延迟这么久啦。当然有失望，但是也有希望和开心的。因为我本来都会做第二 part 我的个人演唱会的，咁亦都本来排咗好多工作啦，咁但系因为呢个疫情咧，唔系净系我，好多人都系好多个 plans 都系冇办法要改啦。咁但系唔净止咁啦，见到好多不同嘅行业咧，好多朋友咧都系好比较失意。但开心就咩咧？就系原来咧，因为有呢个疫情咧，就原来有啲人系会特别会关心多啲人啦，咁亦都会更加。注意全世界的事干咯，我亦都好感受开心，就是虽然有咁嘅疫情咧，仍然见到有好多热心嘅人会去帮助好有需要帮助嘅人，因为我自己都有去做功德啊、派米啊，咁你知啦，因为疫情嘅，有啲人就会即系唔方便去探访啲老人家啦，但我都有做，同埋我自己都有一班义工嘅团体咧，佢哋都好乐意去做呢一样嘢，所以系好开心咯。咁但系都系嘅，最紧要咧就保持心情开朗咯。咁仍然我都喺度谂紧 plan 紧啊，嚟紧2021咧就都会仍然。keep fit 啦，因为可能真系如果系许可嘅咧，会继续 plan 我第二 part 嘅演唱会嘅，所以呢个都系应该开心嘅事啦。多么熟悉的身影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时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没有家哪有地，没有你哪有我。假如你不常养育我，给我温暖的生活，假如你不常把是什么？是你不让我长大，陪我说的实话，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与你共同游我告诉你，刚才说的很开心的事情，今天也是很开心的，因为其实虽然工作停顿了，但我都说会去做功德，还有今天呢，我今天来录音，我呢被一个我是很敬佩很敬爱一个很敬全面很厉害的艺人请做嘉宾，他是我的 very good friend， 很厉害的 host， 唱歌又了得，颜乱舞啊，邀请我来他的 program， 一个 radio program， 因为虽然有疫情啦，很多人仍然都会追剧啊、煲剧啊、看电视啊、上网啊，所以如果你有时间，你都可以看下我这个 program， 就在收音机可以听到叫做 Keep On Singing 的。那其实讲到这个疫情呢，是有些优点的，其实起碼呢你可以多啲呢出去呢就吸下多啲新鮮空氣，而唔使同人逼喎、你知道嗎？咁其實對你嘅身體非常之好，當然如果你可以更加呢做多啲運動啊，欣賞下啲花草樹木啊，當然如果你話我唔想出街，你可以喺屋企呢都可以做啲運動，有即係、就是、有對你身體健康係好㗎喎、咁有時你話悶嘅，你又可以執下嘢啊，因为好多时咧，
你以前你忙起上嚟唔记得做嘅咧，你而家会比较有多少少空闲时间，你话几好咧？唔使嘥时间啊嘛。太阳就快乐啦，但系精彩会继续噶嘛，再接再厉，咁样先系人生噶嘛。冇错啦，头先咧特登带大家咧嚟香港数码港咧睇下呢个好美丽嘅日落。点解呢？因为我俾一个好好叻嘅朋友，佢亦都系一个好了得嘅节目主持，嚟分享啲正能量，参与佢嘅节目。做嘉宾啊！2020呢一年真系系一个好难忘嘅时段啦。我相信唔系净系我咧，全世界好多人都系好受影响啦，好多行业都系停顿咗。咁啊，好多嘢预料唔到，但系咧有得着嘅，因为咧，我觉得咧好多家庭啊。同埋好多人咧都係關注咗好多嘅健康嘅事情啦，同埋周邊啲人好似拉近咗，咁啊當然我都希望大家千祈唔好氣餒啦。我成個年都係冇乜工作，但係做咗好多online 啦，因為希望可以散播多啲正能量啦。咁啊亦都有上下電視台啊。上啊，好似今日我嚟呢一度我朋友嘅radio 嘅节目啦，咁亦都系尽量分享多啲正能量，用我嘅歌声，即系我有能力嘅咧，我都系好希望可以帮下人。咁啊，早轮咧都好有做功德，有去当时都未有呢一个限聚令咧，冇咁严谨嗰阵咧，我都有去派下米啊。派有福袋嘅，咁我自己就覺得好感恩嘅咁樣。